看到了一个很聪明的画全猫狗狗眼线的技巧手法，感觉成功率会非常之高，给你们演示一遍吧。袁坡用的是眼线胶笔，但是我根据自己的习惯，我今天还是选择用刀锋刷，从眼尾平拉出一条细小的线，到这里就可以停，然后把刷子或者笔这样子斜过来，再来斜着画出一条线，使我们的眼睛成为一个平行四边形，眼尾的两条线就形成了一个 T， 然后这一步就更简单了，从眼球后方起笔，把这两条线连成一个三角形，从后眼角的根部起笔，向下斜线和外面这条线重合，把重合的这个点圆润的向前包，包到眼球下方，下一步就是把刚才空缺的部分都填满，然后迅速的补齐卧蚕，快速画好下睫毛。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这个方法就成功了，你就看这个对比，几乎可以说是不用费什么脑子就能成功的小猫眼线公式，所以怎么画也画不干净还找不好形状的，一定要试一下我今天这个方法，一次就成功。